不退休啊，我是嘉龙部长，来看你，送你最后一程。回家说。的执勤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会用专列载你回家，回到台中。你坚守岗位，守护乘客。到最后一刻，不紧急刹车，鸣笛，尽全力，要减少这一次事故的伤害。那你自己牺牲了，我们从现在看到的调查资料，知道你是因公殉职。我们会争取颁发行政院暴险犯难最高的荣誉跟勋章。真的很勇敢啊！就是一出河冷隧道的时候，但他看到的时候不到四秒钟，他是紧急刹车，而且鸣笛，就是他坚守岗位，守护乘客到最后一刻。请大家能够好，就是放下，以春秋为荣。他坚守岗位，守护乘客，然后现在任务执行完毕，我们用专列好送他回家。好，那我们请好，过去好，谢谢部长，非常勇敢好，坚强好，哎，感谢也是好，也太勇敢了好。太点酒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三百，拜，再拜，三百，好，一个。